那你要不要当我女朋友？雨上的不太好，只想有你经历困难唱得过。其实冬雨昼夜经过，我可以想出100种告白的方式，我可以给你弹吉他，我可以给你跳舞，我可以给你唱歌，但我就想告诉你什么是真实。我真的感觉很紧张。我很紧张，但是我想和你说一句话，我投币了，你愿意做我可以夹出来的那个娃娃吗？全因有你，荆棘困难撑得过，冬雨昼夜转。就是那个佳玉啊，他也是奶茶店店主啊，这个太有缘分了吧？这个是吗？这不会就是冲着佳玉来的吧？当你女朋友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那你要不要当我女朋友？其实挺感动的，因为觉得。听他的说的话能听出来他确实是一个很体贴的人，但可能之前我听到这些话我都会觉得很贴心很感动，而且是我想要的，但是对不起。流水很清楚，释怀这个责任，真的身份不过送运，这趟旅行若是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以后做你女朋友那个人一定会是很幸福的人，但是可能我还对你差了那么一点感觉，那个人可能不会是我。不留下印，水在山谷下再次分叉，情感渐化做淡然优雅，自觉心境已有如明镜，为何为天降的气客泛过一点浪花，天下真的并非只是有这朵花，不用为故事下文牵挂，要是彼此都有。所以佳音今天你最想不被他辜负的人到底是谁呢？好吗？我想要先准备一下。现在有请我的心动男嘉宾上台，一号刘一镇。You are my shining star. 不好意思，我叫错了。嗯，其实我是想让你帮我叫我的心动男嘉宾，然后帮我跟他说一句我喜欢你，可以吗？行，那我还能说什么？那麻烦你去3号尹康那里。我有一点难受。哦、我有点难受。然后帮我把他转过来。转。啊，我吗？不是，我要跟谁传一下？我下面是我传。帮他
帮我跟他说一句我喜欢你啊。哦，帮我，哦，就是我帮他跟你说一下，我帮他跟你说一句他喜欢你，晓得吧？生气真的是蛮生气的。好了好了，那个你现在可以走到十五号那里帮我把他转过来吗？你有点花心吧。那尹康是留着啊还是把他转过去啊？尹康转回去吧。那就没尹康什么事儿了。我是花筒跟谁。哎呀，小伙子，小伙子，然后我还要转谁呀？然后麻烦你帮我数一下他有多少根胡子好吗？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怎么数啊？肯定数不了啊。你要不数一下我这个毛衣。你还是回去你自己坐一坐着吧，我自己来吧。你不会是在耍我吧？惊不惊喜，开不开心？意外。Hello， 那你把我转过来了，你要跟我说你喜欢我。那你不说也行，你总得把我带上台吧。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邀请刘医生呢？因为他平时就是一个很逗，然后总让人出其不意的人呢。你过来啊。你可以帮我拿瓶饮料喝吗？在后备箱。其余全部变数我不问，只关心这分钟有约，曾努力就是想给他一个后备箱的惊喜，这是我自己憧憬的一个方式。听说你很喜欢吃橘子。对，我超喜欢吃，我能不能先尝一个？好。曾约定我共你做情人，分你吧。说不出的伤感，那你觉得是他比较甜还是我比较甜？我觉得你还蛮甜的，你比较甜吧，这个比较酸。之所以准备那些零食，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他喜欢吃的零食，然后想特地为他准备一点。你可以站到这边吗？坐下吧。刚有说我很喜欢看电影，那我现在陪你看一段。好。这个是我大一的时候做的那个结业作业。对，你看那个短片，你是什么？你感觉那是什么？讲什么？你能看懂吗？就是一颗石头，它本来是没有生命的。然后有一天呢，遇到了一朵凋谢的花。它用自己的生命去让它重生了。我觉得就像是在爱情里，如果喜欢一个人，就会一切的想要为他付出，哪怕是牺牲自己。我觉得就像就是每个人看每个人，就是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对每个事物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对错嘛，这个世界上反正。你知道为什么喜欢你吗？我就是比较喜欢像你这样真实的男生。这边还有一张画，你喜欢我，你喜欢这个画吗？我喜欢呀、啊、我喜欢画这种怪物。你看起来好像每天都很开心，但是这幅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不开心。我画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怪物，我感觉我心里有很多，但我可以把它画出来之后，我觉得我把它画完它就被我释放出来了，就没有了。而且我觉得还挺多喜欢。所以我觉得你很特别啊，而且以后我也可以去聆听你的那些不开心的事啊。你知道今天几号吗？2018年11月16号。对。看一下。今天是你生日啊？对啊。我觉得很少有人身份都照得这么好看，真的。这不是重点啊。每年我都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让自己记住那一天。所以今天我就来到了这里跟你告白。是这情绪对我来说，我也不知为何，伤口还没愈合，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。把我转过来了，你要跟我说你喜欢我。我就是比较喜欢像你这样真实的男生，我都习惯在生日的时候可能自己去做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，起码可能很多年之后我还能想起那一天。所以今天我就来到了这里跟你告白。都只要你配合，爱要精心来雕刻，我是米开朗基罗，一直都拉着心。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马克笔啊？我觉得我给你说一个，谢谢你在你生日这天过来，我可以陪你过个生日，但是我要说对不起，因为那是正好就是因为就你说你也喜欢我的直白，我对你的感觉不是那种对女孩子就是对女朋友的那种冲动，如果我觉得我喜欢你的话，我可能一开始那我会跟佳玉一样就转过来了。我想说对不起。曾经拥抱的身体，曾经在乎一切。当他拒绝我的时候，突然间心里空了的感觉。
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，我想跟你画一张画。来让我知一切皆可放低，黄时白彩未逢的美丽，得到过又出世，也有一种智慧。全年度有几多首？因为时间可能真的太短了，但是谢谢你，我觉得你能挑这个没有意义的一天来到这里，我。今年的生日也起码算是有我喜欢的人陪我一起过了。根本你不见我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. 总之一句话，今天佳音是你的生日，你这么美好的女生，我相信一定会拥有真正的值得你付出的那个人出现。佳音加油。